随着疫情有渐渐平稳的状况，为此，东势处龙潭村内清风龙潭今仔日是举办平安法会，也因为法会已经有几年无来办理，所以是引起各地乡亲热情来抗议，出现奖品超过450桌的盛况，会当讲是疫情以来增来上大一笔宗教活动。在廟頂頭前，奖品是擺到滿滿滿，這是東勢鄉龍潭村的清風龍潭在今天舉辦建廟以來第二屆平安法會，因此各地信徒是為了把握這次的聖事，都非常踴躍來響應。啊，佮加上即个咱的青龙龙团吼，伊来做即个普渡安尼吼，啊，伊所有祈求嘛是咧顶个平安，所以即整体供庙会用做就是安尼尔。因为我自建庙以来，顶个这是第二摆，因为这伊是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安尼，伊才有这个。因为目前像即个大位即，迄个做伊去坐顶嘛是，迄个做伊开机做。安尼出来坐位啦，你感觉迄个特别安尼。疫情近期有渐渐平稳的趋势，全国各地宗教活动嘛，豆豆啊在恢复。为此，东势乡龙潭村内底信仰中心清风龙潭，今仔日是根据各地请示以后，伫遵守防疫原则之下来举办法会。因此，各地乡亲拢相当热情来响应，和现场出现强度超过450桌的盛况。真难得啊！正经讲吼，会当这侪桌，我嘛感觉安尼非常。上个真多谢安尼，啊，因为咱在有功啦，地方人士在中官特别的支持，哦，唔是干那安尼尔，佮遮种个礼品咯，遮啥物拢给安尼，伊安尼，出钱出力安尼，佮会当把这个时间，非常感谢安尼。另外，庙方嘛期待借由这次的发挥来祈求疫情会当愈来愈平稳，社会各行各业以及百姓拢会当较紧恢复正常的生活。非常重要呢，因为这段期间拢是疫情，啊，靠注意呢嘛，借用这个好事呢，希望讲地方呢会当远离这个疫情，和咱的国家和咱的地方会当愈来愈平顺。这次清风龙潭所举办的发挥会当恭喜后疫情以来增来上大一届宗教活动。也期待借由宗教的力量来安定民心。记者陈佩英采访报道。